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WhatsApp 我，或者是 WeChat 我。我的问题是，中间有什么问题是听不到啊，或者是我都没有问题的话，要跟我讲的话就是 WhatsApp 我，然后有问题的话就留到yoga class 完了过后才问我。Hey, morning Jack， 早安。OK， 我们开始哦。今天我们做用这样子的方式开始做 withdraw， 那这个是 Hero's Pose， 膝盖在一起，脚跟尽量在一起，脚趾头、大脚趾头在一起，要轻轻的坐在你的脚跟上面，手慢慢的放在你大腿上面，放松了，坐直一点点先，然后慢慢的把我们肩膀绕一圈，就是带去上面，带去后面，然后轻轻的放下来。Relax， 肩膀，手放松，肩膀放松了，颈项放松，头放松，眼睛轻轻的关起来。我每次的瑜伽 class 都是用一两分钟的静坐时间开始啊，所以先把心情放松下来，平静下来先，我们再来开始做体式。可以先深呼吸几口几次，把自己完全的带到自己的瑜伽垫上，告诉自己我们接下来60分钟要练习瑜伽，尽量的专注。同时我们放松我们的脸部肌肉，没有抓紧我们的眼睛、眉毛、眼皮、额头，都是放松。就慢慢地把自己带到身体里面去，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力移到我们的呼吸上，去感受我们的吸气和吐气，就这样简单。开始是普通的呼吸，去感受，去听你的呼吸。所以当你吸气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正在吸气。吐气的时候，清楚的知道自己正在吐气，就这样而已。那接下来，我们的吸气尽量的多一点点的空气进到肚子里面。当你吸气的时候，你肚子会膨胀起来，因为你把空气填满你的肚子、你的胸部、你的肺部，你的身体好像膨胀。吐气的时候，让所有的空气慢慢的吐到身体外面，所以你的身体会收缩一点点，你肚子会缩进去里面一点点。吐到完先，再来重新的开始吸气，就是。慢慢的把肚子填满，把肺部填满，吐气又是慢慢的吐到完。吸气的时候填满肚子，把空气带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去。吐气的时候，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吐到身体外面去。
再几次这样子的呼吸。我们可以继续把眼睛关着，很简单的一个呼吸法，你就用你的右边的手的拇指 ，OK， right thumb， 把右边的鼻孔关起来 ，OK， 一样的手关一样的鼻孔的边，然后用左边的鼻孔吸气吐气，一样的方式五次，所以你一样的把肚子填满，吸气的时候。吐气的时候一样慢慢的吐到完，继续五次。脸部肌肉继续放松，这脚开始有点酸，继续把专注力放在呼吸上。五次完了过后，慢慢的换手，换鼻孔 ，OK， 然后做右边的时候五次，一模一样的事情。继续放松的做，可能有一边比较难一点点，没有关系，继续。五次完了过后，你才来放松你的手，手放回大腿上面，然后关着眼睛，感受一下我们的呼吸，去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不一样也没有关系，来慢慢的睁开眼睛 ，Stay， Welcome to the class。OK， 看是你们的脚还是有一点点酸的。OK， 现在把手放身体旁边，再一下子吧，忍住一下。OK， 跳一下，手放身体旁边，吸气是把手带去上面伸展，再尽量的不要身体压，只是手伸展去上面，吐气手轻轻的放下来。再几次，吸气的时候手上，顺便把头看去上面看你的手。吐气，手轻轻的放下来。吸气，手上，跟着你的呼吸上，看上。吐气，手轻轻的放下来。再一次 ，OK。吸气，手上，这次留住，不用看上，看去前面，尽量放松一点点。可是手要上去上面，然后小腿推去地下一点点 ，OK。不要让你的重量全部沉在你的脚跟下。手上去上面，好像有人拉你手上去上面，一下子你的脚有点点酸。五个呼吸，一，尽量放松一点点哦。三、四、五，手轻轻的吐气的时候放下来，手慢慢的带到身体后面，十指交扣。吸气的时候把肩膀绕一圈，拳头抓紧，去后面，去下面一点点，把胸打开的意思。OK， 把肩膀绕一圈带去后面，胸去前面和上面一点点。所以想象有一个人堵你的背，上半背去前面，去上面。所以你打开你的胸。几个呼吸，尽量是放松，不要太抓紧。这里吸气一次，吐气的时候，慢慢的身体去前面，慢慢的头往下，推动地上也没有关系。OK， 手慢慢的带到后面，上面。慢慢的，好像你要打开你的肩膀，打开你的腋下个点，打开，开，开，一点点，一点点的开。
很不舒服的人，拳头上下没有关系，OK，啊，舒服。再两个呼吸，慢慢吸气一次，回回来。吐气，放松你的手，休息你的手，让当心，给让它舒服。再来慢慢的坐下来，给、okay, 脚一点酸，把脚弄直，松松它，松松它。哎，坐久了很不舒服，你的脚踝，松松它，松松它，松松它。这里把两脚打开一点点，OK，不用打到一直嘛，OK。然后我要你们把手放在屁股旁边，这样子推去地下，把身体弄直。你们很简单，就会很容易，你们会想要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很简单，有没有？可是尽量的手推是让上半身直，OK。先脚板打开一次，先吸气的时候，吐气的时候 point 一次，OK。吸气打开你的脚板 flex 的意思，吐气 point。所以你的挑战是两个，一个是把身体坐直。另外一个是脚板打开关开关这样子，有些人膝盖不能直没有关系，可以这样子也没有关系。OK，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尽量尽量是放松，吸气，吐气，然后吸气留住，不用讲说很紧，只是尽量的 flex 啊打开就好。OK， 手合起来。尽量用你的核心的力量，没有人手帮忙，OK？ 没有手帮忙，你用你自己的力，肚子的力坐直它，手合起来，十指交扣，从这边拳头慢慢的从右脚去前面，回回来，从左边回回来，所以这样子绕一圈的时候是吸气从右边去前面一点点，吐气从左边回来。我说你们要去很深，可是屁股不要起来了，你去深，可是屁股不要让它起来，一直留在地下，吸气。吐气，慢慢的去打拳一点点，紧身还是放松，吸气，吐气。接下来还有三圈，我要去后面的，吸气，去到前面先。吐气的时候，我要你们用肚子力，身体去后面，去后面，去后面。OK， 有去后面，肚子坐着，回回来，吸气。OK， 现在不止去前面，还有去后面，你要用肚子力 control， 吐气，回来，去后面，回来，吸气。吐气 ，OK。现在反方向5次加3次，吸气，左边开始，吐气。一开始用气到后面先吸气，吐气，吸气。尽量两个臀部不要起来，可以的话脚板继续打开，吐气。还2次，吸气，吐气，还1次，吸气。吐气，接下来3次要去后面吸气。吐气的时候，身体上半身去后面，用你的肚子力 control 去到后面吸气。哎，吐气不要拿一点控制一点点，用你的肚子，你的脚 flex 会比较容易。吐气，最后一个吸气，吐气，身体去后面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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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回来 ，OK， 然后放松你的脚，松。松松松松松，把两脚打开，跟你的臀部的宽度一样就好。继续坐直 ，OK。吸气，把手带去上面去伸展，上半身。吐气的时候，手要去上面，去前面，手一直留在耳朵旁边试试看，下去下面，不一定要下到完。OK， 吸气手上，身体保持直直的下，吐气手上前下，再3次，吸气手上，弄长先，吐气手上前。下，每一次去深一点点就好。吸气手上，吐气手上，前下，这次留住。我要你们在这边前后几次，就一点点前后，不是上下，前后。point 你的手指头前后。吸气手伸展去上面，弄长一次先。吐气转右边 right side， 慢慢的转，手放在地下。两个臀部不要起来，你要稍微的转一下上半身的意思，把你的右肩膀、右胸打开的意思。OK， 呼吸着。我们还在热身，吸气，手伸展去上面弄长一次，再一次吐气的时候手上前下，去伸一点点，吸气手上，吐气转左边的吧，另外一个方向想，这是留住一下，
两个臀部不要拉起来，不要卷着身体，胸推出来一点点才能转。想着你要转的是上半身，不是屁股，所以屁股不要动。可以的人，两个脚继续 flex， 有力的打开的意思。来，再一次，吸气，手伸展去上面，意思弄长；吐气，手上前下。你发生去省一点点 ，OK。再一次，吸气，手上，吐气，吸去右边，去省一点点，走去后面，才走去右边多一点点，打开。甚至有人可以下一点点，你可以上下上下。你卷着不能上下上下，你要推你的胸出来一点点，上下上下。很好，吸气，手伸展去上面，弄长，吐气，手上前下，吸气，手上来，吐气，有左边，慢慢的下来 ，OK， 一样的，你可以去伸一点点，比第一次伸一点点，你要上下上下几次，打开自己左胸、左肩膀。很好，吸气，手伸展去上面弄长，吐气，手上前下。这次去到你要最深过后，你在这边就在这边，手轻轻的就这样子放下来吧。OK， 坐脚板或者脚旁边没有关系，你要想着手拉，把你的上半身从这边拉长去，好像你的头顶要去前面这样子。不要为了你要去前面而温故，不要温故要。把背弄直一次 ，OK， 脚有些人不能直到完没有关系，想着你的背直先，颈项放松，颈项长，我的耳朵是离开肩膀没有缩起来，离开肩膀，慢慢的想，感受一下你的脚筋，感受你脚筋不舒服，或者有些人是背，还可以留住一下子。很好，吸气，再来慢慢的伸展，吐气，手绕一圈去到身体后面，手指头朝去后面，这样子推在地下，肩膀绕一圈，把你的胸推去前面上面。这已经是第二次我们做这个，刚才是做这次是脚直没有，所以把胸推去前面和上面多一点点。可以的人先慢慢的看上，你可以来拉你颈向前面，留住。Yes， 你的手不只去推去后面的，还要推去下面，所以你先把你的肚子弄长先，才来把你的胸推出来的意思。Yes， 看不到去上面没有关系 ，OK， 颈向尽量的放松一点点。可以往地上。Yes， 很好。慢慢的回来 ，OK， 把脚合起来，折起来，抱住你膝盖一次，头放下来，放松你的颈项的意思。从这边慢慢头起来过后，去个 butterfly， 脚板在一起，把它靠近你的臀部一点点。OK， 你的屁股一点点，手抓着你的脚板，你还是有点温故现在 ，OK， 把它弄直一点点先，把身体，所以抓着你的脚板，把身体弄直，把膝盖推靠近地下，用自己的脚力，吸气把上半身弄直一次，吐气的时候上半身直直的去前面，跟刚才我们脚直的时候一样，尽量都不要温故下来，不要温故，慢慢的上半身去前面才下去下面。慢慢的跟着你呼吸 ，OK。所以你吸气的时候把上半身弄长，吐气的时候上半身慢慢的掉，你觉得颈项放松，肩膀打开的意思，不要把它关起来，耳朵跟肩膀是离开，颈项长。Doris 尽量把身体弄直一点，你需要，不要为了下去下面，你的身体卷起来，不要卷起来。OK， 你不要卷起来 ，Doris， 把胸推出来一点点，没不？所以不要卷起来，把身体弄长的意思，要推出来一点点才来下，不是这样简单 ，OK？ 然后把肩膀啊膝盖又打推去地下，是两个一起做，两个一起做，颈项又长 ，yes， 慢慢的下。
慢慢的推起来，吸气一次，吐气，放松你的脚，关起来一次，动动你的脚一次，松松它，松松，从这边慢慢的带气起来，再一次规则。OK， 刚才我们做过的东西，而今这次我们去比较深一点点，手可以放在身体旁边，或者是放在你的 block 上面，把身体移到后面，所以移把重量移到你的脚踝上面，甚至有些人膝盖会自己起来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更加的多的重量在你的脚踝留住。OK， 如果有些人不能在这边已经很辛苦，留住这边也没有关系，把重量移到后面一点点，尽量的移到你的脚踝上。OK。有些人会起来没有关系，几个呼吸脚不舒服，一下子。然后慢慢的、慢慢的下来，手放在地下，动动你的脚踝几次，动动你的脚踝。我们现在来一个平衡的姿、平衡的姿势 ，OK？ 之前有做过这个东西没关系，今天是重复练习一次。所以把脚跟靠近脚的这里靠近，就是脚趾头靠近，然后把膝盖打开。有些人找不到平衡的人，可能你需要一个block这样子挡着一下子先留住，或者手放地下留住一下子。如果你觉得你能找到平衡过后，不要把全部重量沉下去脚踝这样子，弓弓这样哈。所以想着有一个人拉你的头顶上去，上面你是直的，所以不要把重量全部掉在你的脚跟。找到平衡过后，你可以收。合在一起放胸前，看着一个不会动点，帮你找平衡。再来，你可以打开，也可以。再来，你可以手放在上面，就这样子留着你的五个呼吸。OK， 看着一个不会动点，可以帮你找到平衡。五，不要把重量抖下来的意思。Yes， 很好。五、四、三、二。一，慢慢的回过来，坐在地下一次 ，OK， 松松你的脚，很不舒服。这还是一样差不多的动作，可是这个比较难一点点 ，OK， 可是还是可以做的，不要担心，找平衡的东西我们过才想。你看我的一只脚是这样子 ，OK， 一只脚是做cross leg 的样子，另外一个脚我要推起来。把它踏在我的脚，所以我们一个这样的 shape S shape， 把它带在里面。所以你压它的时候，你觉得这边左脚的脚踝已经很不舒服了。如果真的很不舒服，手推一推，可以用一点点的手力帮它。可是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少一点点的手力，这边就更多的感觉，那可以很不舒服。压一压它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里就能量留住五到十个呼吸 ，OK。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找到平衡一样的。OK， 一样的东西。这次是讲一个你压它，你用你的这个前面的一颗压两脚中间的那个凹进去里面的位，你觉得脚这边不舒服，尤其是穿高跟鞋，很多的也是很不舒服。OK， 一下子就好，五到十个呼吸过后换边。OK， 没有关系的。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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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找不到平衡的人就是用 block 或者是在底下 ，OK。然后换边，你要动动你的脚先才来换边也可以 ，OK。有一点不舒服，就比较难一点点。一样的东西，这另外一只脚是这样子，另外一个脚踏在上面 ，OK。可能你有一只脚比较辛苦一点点。OK， 不要纠结，有一个脚可能你需要手放地下或者手放 block， 没有关系的。OK， 找到平衡过后才来，不简单。试试看 ，Annie， 试试看，就吧。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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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五到十个呼吸过后，慢慢的下来。OK。我知道很不舒服，动动它先，动动它 ，OK， 脚踝或者什么，动动它，再一点点，再 stretching 一点点，我们才去动 ，OK， 把我们的右脚先加开，这个是 right leg，
这样子在里面，另外一只脚直的脚打开一点点，这样子。那时候有些人已经坐不稳了，把你的臀部的肉带出来一点点，挖出来。OK， 然后尽量的坐直，不要这样子沉。OK， 三六十分钟是这样子坐直，脚板打开，左手去找你的折着那只脚的脚大腿。OK， 左手找折着脚大腿，右手伸展去上面是吸气。OK， 吐气的时候右手想要去找左脚的方向，不是要下去找它，不要这样子，我要找它，我要是上去上面，然后去它的方向吧，慢慢的拉你身体的右边，这边到你的右腰都有感觉。OK， 如果没有感觉，就是代表你的右屁股已经起来了，不要让它起来，慢慢的下。很难的人上下上下 ，OK， 上下上下几次过后，才能慢慢的下下。上面那只手没有折起来。陪陪拉拉拉拉，我要你感觉到有右边的骨架到这边，到你的胸，到你的腰这边有拉，慢慢的拉它，不要大大力，跟着你的呼吸。吸气的时候是伸展，吐气的时候下伸一点，慢慢的下，慢慢的下 ，OK， 留住，去感受，这个很舒服，慢慢的下，慢慢的拖它 ，Yes Yes Yes。我知道很难，有一些 ，yes， 尽量是尽量的放松就好 ，yes， 慢慢的吸气回来，吐气是手放松，把你们手就这样放在两腿中间，屁股不要起来的状态下，慢慢的走你的双手去前面，所以你没有温故的下，你有胸推出来一点点。慢慢的走去前面，直直的背去前面。很难的人前后前后，可以的人再走去前面一点点，屁股不要离开地下。Yes， 尽量的直的那只脚的脚不要放松，打开它 ，flex 它，不要那，直的那脚的脚 ，flex 它。慢慢的走你的双手去直的脚。直的脚，左脚 ，OK， 然后慢慢的带你的上半身靠近你的左脚一点点。不能的人，前后，就一点点，不要大大力啊，一前后上前后，不是上下头 ，OK， 前后，很好，慢慢的回来，再来换脚，所以左脚折，右脚直。好，屁股翘一翘过后，右手抓大腿，左边的，左手吸气伸展去上面，吐气，左手轻轻的去找右脚，记得吗？刚才不能的人上下几次 ，OK， 可以的话慢慢的下，拉它，把胸打开出来一点点，不要太关起来，慢慢的，可以慢慢的拉 ，Yes Yes Yes。Breathing, bagus, 慢慢。上面那只手嘞 ，Yuki， 有机。上面那只手不要折起来，直直拉。Yes。这是 active stretching, try. Good.慢慢吸气回来，吐气，再次把手带去地下，再次吸气，把上半身弄长，吐气，走去前面。这是看胸靠近地上多一点点，可是屁股不要起来的状态下，总之推你的屁股去地下先，才来想着推你胸去靠近地下。OK， 慢慢的想 ，Yes， 这是一般的 pancake，OK，pancake 是两脚打开过后，你先去下面。这是一般一只脚折，另一个脚直。Yes, yes, yes。我知道很难，前后也可以，要去前后。慢慢的走你的双手去直的脚。Yes， 很好。然后前后或者下，不要弯弧就对了。我知道弯弧已经很难了，有些人觉得不要，可是尽量的
吐你的胸出来，把你背弄直一点点，不用下也没有关系 ，OK？ 看去前面，看你的脚 ，Yes， 把胸吐出来，慢慢的弄直一点点的意思 ，Yes， 很好，慢慢出来吸气，回来，把脚关起来，把膝盖靠近，练练肚子 ，OK？ 动动你的脚，从这边。 手推地下，身体不要往后啊，支持胸推出来一点点，肩膀打开过后，脚慢慢的起来，用你的肚子力让你的膝盖靠近你的胸，OK， 脚可以上到跟地上一条平线，很好，不能的人没有关系，可是要让膝盖去找你的胸，胸去找你的膝盖，用你肚子力给掉一下，肩膀要放松，不要看到有人颈项坐紧，不要紧坐着颈项 ，Yes。 你要用的是肚子力，不要移到你的颈项去，等下不然你颈项不舒服。哦，有紧，怎么？十，再靠一点，靠近一点点。三，扣扣，不要放弃，继续，继续，扣扣，练练练练练，膝盖靠近一点点，刚才已经打开过了 ，OK， 一慢慢的下来 ，OK， 移去你的桌子。 手打开到你的肩膀的宽度一样，膝盖打开跟你臀部的宽度一样，这是你平平的桌子，你的背没有这样子 ，OK， 你的背是起来，这是你稳稳的桌子。这里做5次的 cat cow， 吸气的时候打开你的背，这样子，胸打开，凹进去里面，吐气的时候手推，拱背起来，身体不要退后，肩膀还是准准在你手腕上面，吸气打开，吐气卷起来，颈项长 ，OK， 吸气打开，颈项长长的，胸推出来。 手掌心推地下，吐气卷起来。再一个，吸气打开，多一点点，用力的打开，手推就可以。吐气卷起来，用力的卷起来，手推，手掌心推。先回来桌子先。哎，有人会问老师，我的downward facing 到怎样才是手跟脚的宽度是几多？就是从这边你这样子踏，你的脚趾头在地下。 你这样子推起来，这就是你应该去的 downward facing 到三角形的动作，所以好像金字塔这样子，像自己像金字塔。所以膝盖有些人不能直，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脚筋还很紧，没有关系，把膝盖折一点点，可是把你的背弄长，弄直的意思。手指头和你的尾骨、你的屁股、你的尾巴反方向，把它弄长去，倾向放松。 留住一次，有稍微的把肚子缩一点点，给肩在手推水推到你的屁股带去后面上面搞。脱口，我要手掌心推地下，不要太翘，你的屁股等于脚走去，后面一小步，这样子很好了，留住。Yes， 你不用手推，推屁股去后面。 Yes， 胸进去里面很好，这样子 ，OK， 脚筋紧的话，脚筋膝盖直一点点关系。OK， 每个人从这边， 我要移去 plank， 如果你没有刚才没有动到你的脚的话，你移去 plank 的话，你可以这样子，身体移去前面的话，肩膀准准在你的手腕上面的，然后身体不要屁股翘起来，屁股抓，肚子抓，手推脚弄直它。 我们用5个呼吸，慢慢的躺在地下，手肘不要打开左边右边 ，OK？ 手肘夹着你的胳膊，关着，慢慢的5、4、3、2、1下到弯，整个身体躺在地下 ，OK？ 躺地下，把我们的手放在脸旁边打开 ，OK？ 脚合在一起，脚推，屁股推地下，吸气，手推自己起来，Things pose。 不要这样子，这样子我看到你，我用你的手这样子推吧，我要手推大大力的把身体带起来，颈项弄长，胸推出来前面，慢慢的下，再2次，吸气，用你肚子力一点点推，手和肚子的力，还有屁股推去地下，脚推去地下才能带起来，吐气，再一次，再一个吸气推起来。 吐气，慢慢的下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手移去后面一点点，胸的旁边，靠近你的胸手掌，把你的个点关起来。OK， 腰不舒服有腰问题的人，你可能不要跟我们提上到这样高。你上吸气的时候，上这边已经很好。没有不舒服的人，再上过一点点，推多一点点。记得手肘没有打开，关着，吐气慢慢的下。再两次，吸气慢慢的上推。总之，你不应该感觉你的下半的腰不舒服，太不舒服的，继续把屁股和脚推去地下，吐气下。最后一个，吸气上 ，Cobra。留住三个呼吸，手掌心有没有推去地下，脚和屁股推去地下，肩膀带去后面，胸推去前面，陪的人看上，再慢慢的，下一半过后，脚趾头推，把自己推起来，手推，屁股带去后面，去一个 Child's Pose， 那是婴儿式，应该放松你的背子，背卷没有关系，放松，让你的腰放松一次。手走到最前面，可是屁股没有起来哦。OK， 屁股继续留在你的脚跟上，手走到最前面先。吸气的时候推自己起来一个桌子，这也是你去 downward facing dog 的方式。脚趾头按在地下，推自己起来，三角形回去你的下犬式。OK，Yes，、okay? 不要动。如果可以的话，你觉得这样子可以的人留住，因为这就是你的 downward facing dog 的远长度。不要走来走去先 ，OK， 看两手中间每个人，把你的右脚 right leg 带到两手中间，轻轻用你的脚的肚子力把你的脚带到两手中间 ，OK， 不能的人用手带上去前面，左膝盖轻轻的放下来，我们要慢慢的去罗兰曲线，后面的脚头 point， 后面的脚背推，前面的脚板推，把自己带来这边，有些人推的时候。它是这样子慢慢打开，因为它这里没有打推去地下推起来，所以膝盖准准就在你的脚踝上面的，用你的肚子的力一点点让它离开你的腰你的大腿 OK， 不要让它靠近，不要跟着起来，再可以的人手带去上面，不要让重量移去你的左膝盖，怎样不要让它移去左膝盖，前脚踏后面的脚背推手上去上面这样子 ，OK， 不要想伸伸，不要想打开什么东西的，手就想着上去上面，屁股就想着下去下面，就这样简单。肩不够，屁股下，身体哈这样子下，再去。可以的人，慢慢的后面脚手按去你的 high lunge。不能的人继续留在这边没有关系，想着手要上屁股要下就可以了，留住一下。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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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waii do it good. Yes Doris 你要想着你的手要上去上面就对了，拉长你的上半边你会觉得很舒服过后，所以姐姐你是用力的把手带去上面，想象一个人拉你的手上去上面没关系，不够严实，你把全部重量移去前面了，你前面脚很酸，现在最后一点点，肩膀准准在你的屁股上面，肚子缩一点点，不要让它移到你的大腿去，严实不好不烂。 OK， 在上面的人你也可以慢慢的把左手带到地下，我们是膝盖放在地下，我做简单的跟我的人就是也是一样，把左手放在地下OK， OK， 把右手带去上面，每个人的后面的脚手按在地下，把左膝盖带起来。已经上来的人就不用了 OK， 所以在地上的人跟着我是把左膝盖带上来，身体转一转，看去上面的是手看，试试看。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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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想象有一个人拉你上面那只手上去上面，不要让你的膝盖打开，Yvonne King。OK， 关你前面的膝盖是关起来的，不要让它打开，前面的脚还是一样的脚。不要呢，下面的手没有很重的，上面的手要上去上面就不会这样重了，下面那只手。OK， 再两个呼吸 ，OK， 不要让你膝盖打开，佩佩前面的膝盖没有打开，扣扣加油加油加油 ，OK，
慢慢的手才来放下来，把右脚慢慢的，你可以带去后面或者拨去后面，你的下犬式到到三角形，换脚 OK， 左脚用力的带到两手中间，不能的话才来用你的手，膝盖先放下来，前脚踏，后面脚背踏，有力的带起来你的 high lunge。你会发现你放松你的脚的话，它就这样子打开，你的屁股就不平啊，回回来，前脚的脚内侧踏，后面的整个脚背踏，手上去上面，屁股下去下面，把上半身弄长去。然后刚才有把膝盖带起来的，才来把它带起来，后面脚趾头按在地下，带起来。Yes。尽量一零，你可以把膝盖带下去，做跟刚才一模一样的东西就对了。因为离眼颈向放松，离眼颈向放松，用力的做这个动作，可是不要去抓紧的颈项和肩膀 ，OK？ 很好，在地下或者是在上面的人，记得吗？右手轻轻的放下来。左手上去上面，在下面的人跟我把后面脚手按在地下，慢慢才把后面膝盖带起来，然后慢慢的转你的身体，转的时候不要转你的屁股啊 ，OK， 前脚稳，屁股稳，后面的脚稳，转上半身了。嗯 ，Yes Yes， 有点难，继续。上面那只手要上去上面肩，不要重量全部放在你的下面那只手。练习把左肩膀打开，上面那只手的肩膀打开。Yes， 你们可以坚持，坚持，不要一下子下来，不要把重量全部放在右手，视频姐姐。上面那只手压上去，上面就不会这样酸了。嗯，三，姐妹手上去上面，上面那只手。嗯，啊，一，慢慢的手放下来，把左脚就这样子拨去后面，动一动它。动动你的下犬式，每个人我要做 lizard， 把我们的右脚这次不是带去两手中间，带去右手的外面踏。OK， 这次我不要把后面的膝盖放下来了，右前面那只脚的脚板开成45度移去旁边，把膝盖这次可以推开了。OK， 膝盖推开。OK。慢慢的，后面的脚走去后面多一点点，所以你的屁股可以下伸一点点，然后用你的右手推你的右膝盖离开，转你的身体。这里屁股上下上下几次 ，Q， 就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可是用你右手推你右膝盖去旁边，你屁股才上下上下 ，OK， 然后推开转多一点点，不动了屁股。看你后面的脚跟可以的人，不能的话看后面或者看旁边。记得不要把全部重量放在前面的手 ，OK？ 地上那只手，脚有力的推一点点，不然的话你的手很不舒服，很累。踩到后面的膝盖，轻轻的放下来。Yes， 这里我要你们后面的脚慢慢折起来。哎、okay? ，有些人不能动到的人，用绳子绑着你的脚后拉一拉它，可以抓到的人抓，不要黏黏 ，OK？因为慢这波你的左会左脚不舒服，先很不舒服的开关开关几次，开关这样子，让它舒服一下。你现在左边的大腿前面会很不舒服，可以开关几次。那我做三个呼吸，一个是脚先放松，手拉它进来一点点，脚放松，用手的力拉进来，三个呼吸。我不能靠近屁股，有没有？我没有关系，能到哪里就哪里抱。二、三，这次是手放松，用你的脚力带你的手去后面拉哈，所以你的身体、你的脚跟你的身体是离开，推你的脚去后面，先打开你的右肩膀。三、二，一，慢慢的放松你的手，手回来，把你的脚，我要你。带进去里面，这样子 ，OK， 回去你刚才的罗兰犬没有？
然后把脚弄直一次，哎，上半身弄长一次，吸气的时候，上半身慢慢的掉去右脚的方向一次。可以的人慢慢的把你的右脚slide， 推你的右脚去前面 ，OK， 慢慢的下，屁股不要转来转去的情况下推 ，OK， 屁股平平的转情况下推去前面一点，啊，再下一点点，不一定要去 full speed，OK。Okay?可以下才下 很简单就可以下就下，不能的话跟我一样这边就已经很难了。 OK， 你正在拉三二一，慢慢的推进起来。 OK， 不要急，慢慢的拉回去你的下犬式，动动你的脚。左脚的时候带去左手外面踏， OK， 踏左手外面踏，后面的膝盖不要靠近，不要动地下，后面的脚带去后面一点点，拉远一点点，左脚的脚板45度朝去旁边，左膝盖推开，用你的左手推你的左膝盖去旁边， OK， 然后屁股上下上下 hip， 上下上下，那舒服一次，上下上下，上下，然后留在那边不动，推转你的身体去后面，看后面，看你的右脚跟或者是身体的，带带去转 ，yes。你用你的手力转另外一边肩，另外一边头，不是这边哈，转那边哈 ，yes。用手推的话，在地上那只手就整个手掌心推地下都行 ，yes yes yes。你把整个重量你放在你右手了，所以姐姐，我看你肩膀就知道了，你沉下去下面颈线已经短去了，看到吗？ Yes. 很好，慢慢的把后面的膝盖轻轻的放下来 ，OK， 后面的脚折起来 ，OK， 折起来，找不到的人用绳子 ，OK， 或者是布，可以的人抓开关，开关几次，那我们再用我们的右边的髋。三个呼吸，第一个是脚放松，用手力拉靠近你的屁股，三，然后屁股朝下一点点，一，放松你的手，用你的脚的力推去后面，三个呼吸，一，用你的脚力踢去后面，三，慢慢的放松，把左脚移进来，靠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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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左脚弄直一次 ，OK， 上半身弄长一次，上半身慢慢掉。如果你可以的人，才来滑你的左脚去前面一点点，不要滑到屁股打开，屁股平平的。嗯哼，以你自己的 limit 就可以了，胸推出来一点点。总之不要稳固下就这样 ，OK。三，二，一，慢慢的推起来，慢慢的滑你的左脚回去后面，轻轻的带你自己到下犬式，动一动。慢慢的走你的双脚去两手中间，走，走。双脚打开到你的手的宽，屁股的宽度一样，左手做右手做右手做左手做，让上半身慢慢的掉去地下，脚趾头推，不要把重量全部放在脚跟，不要移去后面，移去身体前面一点点，所以脚趾头坐地下你就可以稳，手肘让它靠近地下，颈向长头长，很不舒服会晕的人看前面一点点 OK，就是尽量的把你的上半身弄长去，给它用 gravity 的地心吸力的状态的帮忙下，慢慢的拉你的上半身给它长去。三，
慢慢的膝盖折，卷着你的背，卷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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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放松一次，动动你的身体，送你的手。那只剩下三个 pose 我们做，第一个 pose 我们做 warrior two， 可以潮去你的 camera 啊，潮去你的 camera，OK、okay, 没有关系 ，OK， 把两脚打开这样子，打开，差不多你一只脚的长度，把你的右脚，这是讲开 ，OK， point 你的脚手去旁边，把两手打开 ，OK， 把两手打开，全身不动，只有把你的右膝盖折成九十度吧。这样子折成九十度，你屁股自自然然下来下来 ，OK， 不要去前面啊，哦，不要这样。你看你的镜头，你看到自己的话，身体没去前面或者屁股上面，屁股平平，屁股下就这样简单。要下深一点点，脚开远一点点，屁股下到跟你的膝盖同样高度，这样子吧。从旁边看，我不要屁股翘，我要肚子缩一点点，这样子，扭住一下。看前面那只手 ，yes， 拉你的手，没办法拉你的手，你的手前面的手要去前面，后面的手要去后面拉拉它 ，yes。这是 warrior two， 这个膝盖没有想要关起来的感觉，它想要打开的感觉 ，OK， 刚才已经关很多了，现在是要打开的感觉，开。OK，Janet，你去注意你的屁股，手放在屁股上面 ，Janet， 手放在屁股上面，两个手。屁股两个手都放在屁股上面，瞧你的腰，你现在在僵，一去好一 base， 一去给它平先，才来做你的 warrior two 拉，yes， 然后看去前面那只手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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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脚很酸，留住一下，很好 ，OK， 从这边我要慢慢的、轻轻的把你的右手带去。右脚的下面这样子扭住啊，放下来，左手拉到耳朵旁边去拖，整个身体好像45度这样，不要关，要开，开你的胸 ，OK， 扭住一下。这是上一个脚很酸 ，OK， 如果前面的脚真的很酸的话，后面的脚真的不要放松，后面的脚也推 ，OK， 配不够，打开你的屁股，左屁股打开，一零很好，推。把屁股打开，开开，上面那只手拉45度，上一个 ，yes yes yes， 不一定把你的身体朝去旁边，打开胸，打开，不要关起来就对了。上面那只手拉10，yes， 我是要脚酸，前面的脚酸，赞，很好，每个人做得很好 ，OK， 你这个才是难，因为你要上回来，慢慢的推自己起来，啊。才来换你的脚，还一边吧 ，OK， 另外一边，这只脚换成九十度先，那另外一只脚换成 point 的时候，你可能你屁股已经这样子，不要让它回去平平先，手打开过后，一样的东西，折成九十度，就这样子，能的人才来打开多一点点，屁股在下，然后看另外一只手，哎，轻轻的看，颈项不要太抓紧啊，有肌。Yes， 很好，扭住。脚酸一点没有关系，特意的踏你的脚去地下，让你的脚酸，不要让你的重量移去你的膝盖。Janet 又再试那一样的东西 ，Janet 换我哈，可以提醒自己一次。哇，这里这样高下，这里落，它去落哈。下去落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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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good， can we stay？ good， 我们去上影格，从这边不要拨下来，轻轻用控制你的脚的力，慢慢的把手放在脚的外面的地下，或者不能的话放在脚上面，右手拉到右耳朵旁边，哇，整个身体变45度，可是这样子的话没有45度，你要打开你的胸，哎，你的上面那只手的手指头跟你后面那只脚的脚板。反方向，你只能感觉到右边的腰有被拉到 ，OK， 扭一扭 要把全部重量放在左手，尤其下面那只手没有什么力的 ，OK。
cover your upper palm, right? Face down, instead of facing to the sky. Not like that. Face down, stretch. Your right palm facing down and stretch. Your right fingertips and your right foot should be opposite direction. Tua. Like that, yeah. Bend your left knee 90 degrees. Kawai. The front knee, yes. Tan. Still fun takan your shoulder. Okay, 慢慢的脚直，慢慢的脚关。动动你的脚，很不舒服。松松看。OK， 松松你全身。还有一个 pose 吧 ，OK， 就完成了。今天我们就去 relax 一下。这个 pose 是 Warrior Three， 可是 Warrior Three 很简单啊。可是今天我们，如果你是 advanced 或者是你已经做很久的人，尽量留10到15个呼吸，不要起来。OK， 跟我的 steps， 每个人都朝左着朝右。OK， 手放在你的腰。整个身体站直先，每个人的右脚 right leg 一步去后面这样子吧 ，OK， 不要去后面手打开，还是朝前面个屁股，手可以放在屁股旁边，就是在 monitor 它，不要给它移来移去，肩膀绕一圈，把手肘带去后面 ，OK， 手肘靠近，慢慢的前面的膝盖折一点点，身体去前面90度下一半上半身 ，OK， 肩膀是打开的、啊，手肘带去后面呢。移去前面的脚重量，后面的脚慢慢的起来，看前面，手肘还是靠近你胸才能打开，后面的脚 flex， 没有 point 你的脚 ，OK， 当你觉得稳了过后，你才来手要不要带去前面，两手，这是你自己选择 ，OK， 不要也没有关系，继续留在你的臀部上面，这个就是我的对。Yes， 颈项放松一点点，也、okay， 不要太捉紧颈项的，胸打开有肌，有肌你把你的手放在腰，沿手放在腰哈，肩膀打开，那你看，跟你手关起来的时候，你的胸是关起来的，这里，5、4、3、2、1，慢慢的回来。OK， 起来。关键就是前面的脚的膝盖好，如果是不强的人 ，hyper extension 太直的人，这样直很痛的人，不要直它，不要弄死它，折一点点没有关系，用你马斯的力给它酸。OK， 做另外一边，所以右脚推，左脚一步去后面，肩膀绕一圈，身体直，手肘带去后面，前面的膝盖折一点点先，上半身掉去一半。才来后面的脚慢慢的移起来 ，OK， 你不一定要两个手去前面的，一只手可以抓着你大腿，另外一只手去前面，这跟身体，就吧，脚会很酸，前面的脚知道 ，OK，Yes，Yes，Yes， 对呀、啊，没不留着你前面的脚，膝盖折一点没有关系，5、4。很好 ，Yvonne Dan， 把身体弄长去，前面的手跟后面的脚拉长去。3、2、King 很好。一慢慢的下来 ，OK， 没有关系，动动你的脚，哎，不舒服，动动。慢慢的抓下来，啊，松松你的脚，松松它，摇一摇，摇一摇。松松松松，把两个脚这样子折起来 ，OK， 手放身体后面，两个膝盖都朝去左边，慢慢的下。起来过后，两个膝盖去右边，慢慢的下，让它舒服一次。起来，上去左边，起来去右边，松松它。慢慢的回来过后，左侧大腿收一下来 ，OK。这一个桥式或者是轮式 ，OK， 脚放在屁股后面，脚板推，脚的宽度跟你的屁股的宽度一样，手放在你旁边，手掌心朝下，脚板推，尤其是内侧，慢慢的把屁股带去上面，慢慢的不要快，慢慢的上，用你自己的5到10个呼吸，慢慢的上到最高 ，OK， 不要用你颈项的力啊，颈项头是放松的，颈项是长的，
下巴是离开你的胸部的。你现在感觉到大腿的前面很酸，对对的 ，OK。尤其是你推整个脚板去地下的时候，你的大腿前面会酸，给它酸一下没有关系。从这边你要去你的轮式，你去你的轮式 ，OK。留住一下子，啊，水灵慢慢上，水灵脚推，不要让脚推狗，脚推，脚推，脚推狗，水灵脚推推，嗯，脚酸没有关系的 ，OK， yes， 一灵脚推不，脚推，嗯，五、四、三。还有 Janet 脚推屁股上啊，阿伯路没有酸到，没有做到东西 ，OK， 一慢慢的下来，比如那你上的时候脚板应该开跟你臀部的宽度一样的 ，OK， 不要那么关起来，慢慢的下，抱住膝盖是每个烂掉。Final twisting。把膝盖都带到身体的左边去 ，OK， 然后上半身转去右边，推你的上半身转转转，看去右边，啊，你觉得很舒服，慢慢的转啊，然后转另外一边，膝盖起来过后，膝盖去右边，上半身去左边不了。慢慢的 twist， 看左边，嗯，慢慢的放慢了 ，OK， 没有东西做了，慢慢的抱住膝盖多一次，然后我要你们 rock 去前面去后面 ，OK， 好像 massage 你的背这样子，摇一摇，去前去后。让它大力一点点，直到你坐起来。不能的话，移去旁边坐起来。做 cross leg 一次，感觉自己比较有一点点核心，坐直一点，坐直一点点的意思。手吸气一次，把手带去上面伸展，手合起来，吐气，手合起来放在胸前。你也可以把手放在膝盖上面，没有关系。眼睛关起来，头朝下一点点。Namaste。今天课就到这边，是需要休息的，沙发生啊，大休息每次都有，所以你不要练习的人去休息，如果你要练习的话，继续练习过后再休息 ，OK？ 如果什么问题的话，拍照或者什么问我，没有关系，今天呢。